少爷，少爷，哎哎，给我拿着，给我吧，给我吧啊！哎，你放下吧，放下，放下啊！不用这些，都回去吧。少爷，我们以后就是您院里伺候的人，我们还能回哪儿去啊？哎呀，你看我有手有脚的，身体这么好，哪需要你们伺候啊？再说了，生而为人，大家没有什么贵贱分别，都是一样的。你们也应该为自己活着。走吧。干什么啊你们？少爷，我们这些做下人的，要做错了什么，您直接教训打吗？可别吓我们呀。是啊，少爷。我怎么就吓你们了？我是认真跟你们说这些话的。再说了，什么吓人不吓人的，人跟人之间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啊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。少爷，我们生死都是范府的人，绝无二心啊。绝无二心。很显然，站在不同的知识水平上辩论本身就是不平等的。人事管理是门艺术，有时候却需要简单粗暴。都给我滚蛋！少爷，我性子孤僻，不喜欢这个院里有人。走，赶紧走，走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少爷，你要早这么说，小的们就明白了。明白了还不快滚呢？是是是，少爷，那我们先走了。你有什么事儿，吩咐一声就行。赶紧走，再不走拿板子抽你了。是是，少爷，你们几个回来，赶快找块板子，替少爷坐来。滚啊！少爷，您辛苦了，早点休息。没事没事，各个府上性格古怪的少爷小姐多了去了，这算什么？也就是开始说的那些话，有些事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几个听我说，还好还好了。后来少爷板子抽人那段，亲切了许多。是啊是啊，